所以还有很多人黑我什么的，其实无所谓，不要搭理他就好了啊，不要搭理他，嗯，就很正常，很正常。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你，就是毕竟我不是人民币，对吧？之前我说过这句话，毕竟我不是人民币，不能做到每个人都喜欢我。但就算我是人民币，还有视金钱如粪土的人，对不对？还有不喜欢的。所以一句话，我经常对自己说：刘宇宁，做自己。